可是我们月巴金第二波售票拍卖了，他上次没有买到票了，赶快趁这时候把票拿到手，不然之后就来不及了。这次我们除了第二波票拍卖以外呢，我们还加开了网络商城，因为之前有听很多小孩朋友说到当天不能去，可是很想买到周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这次加开了网络商城，假如不能来的人，哎，趁这时候赶快把你们想要的周边入手。我们2022年1月10号见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玉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常常在我们的影片底下会有一些留言，很特殊的留言。他们留的言很正常，可是他们的大头贴不正常，什么美女福利社之类的。各位，难道你们不好奇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不止我，一大堆 YouTube 都有。像前阵子我有看过老爹底下也有，志奇也有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老爹底下还写说，哇，看完影片学到一课的呢。他们都是很认真的看影片，哇、哦，这个真的是很屌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们之前都没点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就从我频道来看说那一些他们的头贴。跟他们的名称点进去到底会点到哪里，而且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然后今天我还请芭比一起给我看，但是芭比不会露脸。OK， 各位，耶，芭比在这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看，这是我的后台。我们打小电影，好像有小电影。来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搜寻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，这点可以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算了，我直接去找，我知道在哪里。来哈，这应该是水族时间的这个，来，哎，它删掉了吗？我直接搜寻好深夜福利小电影，哎，找到了，它有38个订阅者，哎，这它是什么？哦，它是 A 女优的影片的前半段，哦，前半段，这要红标，它有设年龄限制，哎。所以它是放 A V 电影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福利影片精选，也会是一样的东西耶？没有，我觉得不一定哦，一模一样，就这个。为什么这个不会被黄标，会被ban掉？然后一堆频道会被ban，这看起来好像很烦。哦，可不可以告他？然后嘞？天哪，好恶！哦，就是一些福利影片，哦，还有脱丝袜，哇哇。对，下面竟然有人回应，哎，卖原味吗？现在进来可以买，啊，骗人下载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对，还蛮多的，不少哎，来再来再来，美女视频区，你觉得是差不多美女美女？如果小朋友看到这些东西怎么办？对啊，一模一样，这个没错，对我这里有截图，美女视频区来，啊，这是 TikTok 吧？我看一下。这画质也他妈太低了，既然是720，哇，这动态实在是免费脱衣裸聊，成人性，这个不会被 YouTube 给那个吗？就是 YouTube 你在那边挡一些我们正常人的，然后不挡这个，而且这个没有那个哎、欸，对啊，然后他写说卡哇伊，哎呀，这个好像还不错、哦，没有啦没有，我是说，可是我不喜欢这种三格的影片。下一个是美女直播频道，哎呦，是直播哦。好，哦，有了，一模一样哦。他5000订阅，他5500多订阅，我操！而且他几万观看呢、欸。我按最热门，我看一下，他最高有3.4万哎、欸，我操！哎、欸，这个我知道是谁。这个是一个是真的实况组的片段，哇！下面好多人留言哦，还有写4分01什么意思？有年龄限制吗？有，这有年龄限制，我刚刚看到。哇，好扯！这频道观看数比哪里还高？他这个就是拿网络上的一些片段来骗人。哇哇，好，我好奇他等一下会干嘛？哇 ，Oh my god！ 这个 YouTube 还不 ban？ 哇，我要做一个这个频道。对，这个是一般的实况秀。哇！我看了啥 ？Oh my god！ 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 这是会在 FC2 出现的实况组啊！哦，这些人有些我都记得，因为曾经上过新闻。下一个美女福利社啊，这个最常看到。可是这上传的影片跟刚刚差不多啊，对不对？我记得这个人。一模一样的。对啊，他还跟我说加油冲向50万订阅，哇！其实我们遇到这种，我们都不知道要不要删他。他是留的很正常，他不是闹。像有一些说加我 line， 我会 ban， 这个我就不会。这个是在动漫猜谜底下留言的，哎，美女，他是什么？哎，好特别的频道，他是怎样？他真的只是
他上传的频道我有点不太懂。不定时分享美女正妹，让你舒展身心。他是真的喜欢美女。我们终于找到一个不是想骗人，他连封面图都没做，他是真的在分享他喜欢的东西。没有没有，并没有并没有，因为他还是做一些侵权的东西。我随便点一个。有人功能你提供有年龄限制，我想也是。可是他后面都没有美女，他后面都是爱情电影，好酷哦！他有分播放清单呢、欸，有米莎的影片，真的社交之女人的手段，还有其他 YouTube 的影片，哦，好屌哦！真的有在使用这个账号、欸，他不是单纯的宣传，想要骗你进来，然后加援交妹哦。下一个就是直接留言加微信这种比较夸张的，这种就是我会 ban 的 ，F O U R B U C K， 没有哎、欸，他应该没有上传任何东西。所以才找不到筛选器频道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了，没有东西。他这种就是纯粹想宣传深夜美女动车主是啥小？动车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开车的意思。他有2000多订阅，我傻眼。哦，我随便点一个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应该是网络上的一些直播主的片段，应该都是。女生好辛苦、哦。Nope， 没有没人想看。芭比是脚趾，这些你们还不如去看安心频道还比较好，画质也比较高。我没有什么频道是不是？他每部影片基本上都是，这个也是po一些其他人的影片，他拿来吸引的。没错。好，跟老司机上车看免费福利直播，为什么会收听到 Misa？ 免费偷一视讯下载地址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大量创不同频道，这些大陆主播，他是直播主，他在 ASMR 吗？真的，他在 ASMR， 他在干嘛？那什么？太突然，我以为他吐口水，可是他留了言就还好，他是还没看先点赞，他就跟一些观众一样 ，sexy 女神。你怎么看出来、哦？他放的是 AV 的片段。我都有建议，他听好了，他好软。哇，还有中文翻译，还有写名称呢。西脑产业，哎呦，这个好像有点。哎呦，哦，算了算了，不行。其实还有很多，我们只解了15个。我觉得还是要处理这个频道。不是处理我们，先处理这类的频道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误会女神，我收听到 sexy 色色的，他有1万订阅，加这个等一下关。1万订阅，哇，他有1万订阅，这个应该是其他人的封面图，他平均观看有9000多，我看一下他最热门有多少啊，10万，他应该是火很久，这个我也会不小心想要点。哎、欸，有说2分22秒，好、哦，没事，我想和你打飞机，我喜欢你。嗯，这应该不行吧？这种频道应该要被删。我靠，这女生太会跳了吧！她2019/6/27创，所以她短短的半年10000，然后也没有被封。Why？ 她有其他频道，这个有漏点，可以吗 ？YouTube 这个是可以的吗？黄标我们，然后不给我们流量，给他们流量，还2019/3月，她活更久，好扯哦！男生的加油站应该都同一个人吧？1800，夸张。夸张，这个留言就比较极端一点，他是说点我靠一发高颜值写真精选，哎、欸，可能是不一样的哦，一找就找到。我为什么会有鬼名之刃？真的是鬼名之刃，真的是鬼名之刃。董策呢？他1天前更新，他现在是目前他要更新最勤的。Nope。Oh my god！ 他干嘛把袜子弄脏？都是脚哎、欸。那你就不能叫高颜值写真精选？对啊，你要叫足控写真精选。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准时更新。他跟我一样。他有 Instagram 呢、欸。他有 Instagram， 好扯哦。很努力，我觉得他很努力。美女福利社，我还是最常看到的。哇。直播的、啊，直播的，大陆直播的一些女主播，他们也挺会找的。7个月啊，他没在更新，不应该。他还是每日更新会订阅，骗人。他有3个版本，他有中文、英文跟韩文诶，怎么没有日文？他没有宣传任何东西。他目标是什么？直播盒子哦，应该是宣传直播盒子吧。总之就是我们小小的研究了一下这些留言，他们的频道到底是干嘛？大家看我们中就好，不要自己去
对，不用自己去抄，对，可以检举，帮忙检举，让他们消失，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我们。虽然他们很认真，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想要用一些好影片把你们骗进来点，还蛮特别的，我觉得这算是最近的流行趋势，因为我们在几年前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。打字赚钱的那个没有错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。那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收看。如果喜欢，那可以去订阅芭比频道，可以追踪我们的 FB， 按照我们两个粉丝，追踪我们两个 Instagram。那我们就下回影片见，拜拜。